大家好，我是碰碰，前期配方的推荐影片以及文章，很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部影片来简短的补充一下，在社群或者是文章中，还有直播中，有很多人问的相关的问题。配方的关卡要刷哪关会比较好？知道人可以跳过这部影片，也可以继续看下去来当做复习哦。我自己主线的进度目前是在第八章节，然后主要是在刷八之九的这个攻击配方的关卡。我们关卡每五关会为一个配方的循环，就每一个关卡都会掉落特定的配方，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进度需求来做调整哦。像八之九这个关卡是攻击的配方以及我们的那个暴击抵抗吼，然后八之八这边的话是那个提升攻击速度的以及我们的伤害抵抗。八之七这边的话，第一个是暴击率，第二个是减免抵抗。八之六这边的话是提升体力的跟增益效果的吼。好，然后再来八之五是我们的防御力跟冷却时间。八之四这边又再来一次吼，就是一轮的，就是我们的攻击力跟我们的那个暴击抵抗，每五关就是为一轮，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进度来做调整。再来刷图的时候，宝物建议用起司火鸟零钱包，可以获得更多的钱币。然后因为是刷图，建议大家是直接选你可以用自动的方式刷到三星的关卡，会比较轻松哦。好，那以上简短的刷配方影片说明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祝大家刷配方顺利，不要的配方不要来。好，那我是碰碰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